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أنزل الفرقان على عبده ليكون نذيرا للعالمين ونذيرا، ون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له الملك وله الحمد، ولم يلد ولم يولد ولم يكن له كفوا أحد. ون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له الملك وله الحمد، وهو على كل شيء قدير. ونشهد أن سيدنا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وصفيه وخليله، وصلوات الله وتسليماته على سيد المرسلين وأشرف الأنبياء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الذين آمنوا به وعزروه ونصروه واتبعوا نورا الذي أنزل معه، أولئك هم المفلحون. و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شاينغتشوما كيداجا جانلا شوجين هالي بيد بوفن أوميو. شاينغتشوما 紧接着给大家讲一下 Subhanahu wa ta'ala. قال الله تعا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كتب عليكم الصيام كما كتب على الذين من قبلكم لعلكم تتقون. الله 在黄牛章当中讲，有信仰的人们，斋戒焚斋已经变成了你们的法律多天命。 犹如对你们以前的那些人也是天命一样，以便你们能够敬畏Allah。大家看到，Allah说，焚斋成为法律之前，先有一个召唤：“Ya ayyuhallazina amanu。”有了信仰的人们， 你们应该分斋。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有了以马里的人们，你们应该敬畏 Allah。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لا تحلوا شعائر الله. 有了信仰的人们，你们不应该干什么什么。始终 阿拉下一次命令的时候，阿拉有什么禁令的时候，都有一个呼唤在前面，那就是“Ya ayyuhallazina amanu”。什么意思呢？不管分斋也罢，其他的一些功课也罢，他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伊曼。没有伊曼的人， 他不会遵守阿拉的这些法令。没有伊玛尼的人，他即使遵守了这些法令，也是无效的。因此，阿拉在古兰经当中，每当有什么命令的时候，有什么禁制的时候，阿拉都要以 Ya ayyuhallazina amanu 来开头。 因此，穆斯林的父老乡亲们，
弟兄们，焚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在漫长的夏季，那长长的一天的焚宅，不是与你的身体的力量，不是你的健康的质量所决定的，它是由你的信仰的程度来决定的。那一些不愿意焚宅的人们，没有任何安拉认可的理由，然后不焚宅的人们，他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并不是他们的身体情况不成，而是他们的信仰不行啊。因为圣上阿里斯拉多斯拉姆说，焚宅是信仰的四分之一啊，焚宅是信仰的伊玛尼的四分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上阿里斯拉多斯拉姆说过，安索布鲁尼斯弗里伊玛尼，忍耐是信仰的一半，忍耐是信仰的一半。安松尼斯芬索布，而焚宅呢，它是忍耐的一半。因此，焚宅是信仰的四分之一啊。在兰州当阿訇多年，看到了许许多多，包括身为穆斯林的很多年轻人，在宅院里面根本没有把焚宅当作一回事儿。圣上阿里斯拉多斯拉姆说过，假如你毫无理由没有焚一天这么短的宅，然后即使你一辈子不开宅，还补它也没办法还补啊。因为这么短的月份，真正的价值只有安拉知道。圣上阿里斯拉多斯拉姆说过，假如我的欧盟，假如所有的穆斯林，他们知道这么短的月份的贵重的话，他们还想相望主啊，但愿一年十二个月都是斋月，是多好啊。但是我们呢，由于不知道斋月的贵重，所以焚斋第一天以后就开始算啊，再剩下了29天半啊，开始算什么时候能除，把焚宅当作一种负担。圣阿林斯拉多斯拉姆在哈迪斯古杜斯里面传了安拉的话，安拉说，昆鲁阿麦里本尼阿德姆勒胡因勒松发因勒胡里我安勒阿吉兹比希，安拉塔拉说，人力所干的所有干板，所有善功，无论是身体，无论是钱财，无论是自己说的话，所有的善功都是属于他，除非是焚宅啊。安拉说，焚宅是属于我安拉，我亲自要回赐他。大家能听得出来，我们的那一件善功不是为了安拉，那一件善功不是安拉在回赐我们，安拉在诸多的善功当中单提焚宅，就说明这一件他在安拉跟前的价值是非凡的，是不一般的。安拉说，我亲自要回赐焚宅的这个萨瓦布。圣上阿里斯拉多斯拉姆说，如果你们想知道焚宅的萨瓦布有多大，听一段圣训，
甚至阿林斯拉顿斯拉姆说拉赫鲁夫法明萨姆أتفيب عند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من المسك يوم القيامة. شرع علي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شو؟ 坟宅的人下午的时候，他的口里面会产生一种难闻的味道，口臭。这个口臭，是阿里斯拉顿斯拉姆讲。今在阿拉跟前比麝香的味道还要美呀，比麝香的味道还要芬芳。大家知道不知道穆萨林斯拉多斯拉姆和阿拉订约会的时候订了三十天，然后穆萨林斯拉顿斯拉姆分宅了，分宅三十天以后，他觉得口里面的这个味道不好，和安拉交谈的时候没礼貌，然后他就开始刷牙，刷牙以后，天神们就告诉穆萨，穆萨。前两天我们从你的口里面闻到麝香的味道，现在怎么没有了？他接到了安拉的命令，再封十天宅，一直到你嘴里面恢复那个口臭，然后再来和安拉交谈。于是穆萨又封了十天宅，一共变成了40天。如果焚宅的人的口臭在阿拉跟前这样美味的话，焚宅的悔词究竟有多大呢？穆斯林父老乡亲们，阿拉的悔词，阿拉的报酬，不是我们的这个阿格里，不是我们的理智所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圣人阿林斯拉顿斯拉姆说拉爱呢拉爱提呼我拉斯马斯米阿提呼我拉格里巴赫托拉提阿里圣人阿林斯拉顿斯拉姆说过，天堂里面的恩典没有一个眼睛看过他，没有一个耳朵听过他，任何人的心没有想过他。这是安拉对焚宅的这个 sawab 通过圣人阿林斯拉顿斯拉姆的言论转告给你们。拉马达那的宅，这个月份的每一天它都是非常珍贵的，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它。释迦牟尼佛拉顿斯拉姆说过，当一个人焚宅的时候，一个人焚宅了，然后他的全身的骨节都在赞念着阿拉，都在赞念着特斯比亚。为什么？因为你的全身，只要你焚宅的时候，你的全身都在干功。一个人的骨节，全身有多少关节，全身有多少毛孔，他们每一个毛孔都会变成一张能眼的口，然后来夸奖阿拉。在古兰经当中，阿拉说天地里面的一切任何东西他都在夸奖着阿拉，包括我们人的身上的骨头啊毛孔啊，他都在夸奖着阿拉，但是你们不知道而已。焚宅 Som 他是说白了就是为了阿拉而放弃饮食，放弃性欲，
控制自己的感情，控制个人的欲望。凡是想接近阿拉的人们，那些干苏菲的那些人们，阿拉喜悦的那些奥利亚们，他们的第一步，他们接近阿拉的第一道关口就是分斋。啊，人类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啊，伊玛目拉班尼说得很清楚，当一个人的身体高兴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在哭泣啊。比如说早上做班达的时候啊，早上做晨礼的时候，你不愿意起来啊，然后你在暖和的被窝当中睡觉的时候呢，你的身体非常高兴啊，对不对？但你的灵魂在哭泣啊。为什么？因为灵魂知道你那个睡觉就是在把自己往火狱里面再送。当你的身体犯罪的时候，你的身体感到愉悦的时候，你的灵魂就会感到痛苦。反过来，当你的身体感到痛苦啊，你坐在这儿做礼拜，听阿拉的古兰，听阿訇的 words， 听圣上阿里斯拉顿斯拉姆的 hadith， 你控制了个人的欲望，把你的身体放到这个清真寺里面的时候，你的身体有可能痛苦，但是你的灵魂却是非常高兴。所以按照这个道理啊，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啊，他完全按照一个人的欲望去做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越发达，但是他的灵魂越来越羸弱。大家可以发现啊，大家可以发现，有些人，有些老人，有些年龄很大的一些老大爷，身体非常非常弱，但是能够坚持每天五次礼拜，觉得那个不是一种负担。但是身体非常强壮的年轻人没办法坚持一天五次礼拜，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就是那个老人虽然身体弱，但他的灵魂是强壮的。啊，那个年轻人呢，虽然身强力壮，但他的信仰，他的灵魂是微弱的，所以他没办法离心那些礼拜。因此那些想接近阿拉的人们，他们走的第一步，第一个关口就是人数几个，就是分斋。当那么大的月份里面，我们开始分斋的时候，阿拉胡塔拉对一些天仙们会讲，哎，我的一些天仙们，你们看到了没？看到了大地上的这一些人吗？他们为了害怕阿拉，放弃了吃饭、喝水，他们的信誉，我已经饶恕了他们。阿拉看到一些年轻人分斋的时候，阿拉向一些天仙们开始炫耀啊，说我的天仙们，看到那些年轻人了吗？他们控制了自己的欲望，因为我放弃了他们的享受。年轻人啊，你在阿拉跟前就像是天仙一般的高贵呀。这是圣上阿里斯拉图恩斯拉姆在哈迪斯里面让阿訇告诉你们，阿拉就是这样喜悦那些分斋的人。阿拉因为你们的分斋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是他选择了你们而没有选择一些天仙，
希望你们能够给安拉的选择做一个圆满的回答。分斋主要是锻炼人的色布，是让林斯拉顿斯拉姆说，伊玛尼的一半就是忍耐。为什么一半是忍耐呢？因为一个穆斯林啊，做礼拜需要忍耐，一个穆斯林戴头巾他需要忍耐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姑娘在穆斯林国家上学的时候，她戴头巾觉得非常轻松，都是穆斯林国家，大家都在戴头巾，觉得戴头巾呢是非常轻松的。但是回国以后呢，她戴上头巾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觉得压力挺大的啊，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当一个穆斯林姐妹戴头巾的时候，穿符合伊斯兰教门的服装的时候，他需要很大的忍耐，忍耐那一些非穆斯林投过来的警察的那一种目光，要忍受别人给予的那一种不平的待遇，要忍受环境的一种什么压力，他需要一系列的忍耐。当你干任何一件善功的时候呢，你还是需要忍耐。你从一些罪恶悬崖勒马的时候呢，你也需要忍耐。所以圣阿林斯拉托斯拉姆说，伊玛尼的一半就是忍耐啊。我们的伊斯兰教母里面好多地方需要忍耐，因此阿里的对阿拉呢我说过，穆斯林当中的忍耐就像是人身上的土一样重要。而这个分解呢，它是克制了人类的啊食欲和性欲，这两个欲望完全被克制住了，所以它是锻炼一种克制力。尤其是穆斯林年轻人啊，有个朋友叫你啊，请你然后去在酒桌子上或者在酒吧坐一会儿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要学着忍耐。分了斋以后你不可能做那些事情啊，然后久而久之习惯了，穆斯林就习惯于忍耐了。在伊斯兰教门当中，我们的中国穆斯林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错误。什么错误呢？大家认为这个崇拜安拉就是做礼拜、分斋、给天客朝觐，这是礼拜的。还有一半比这个萨瓦布更大的，也是我们上每一个人上佛利多，那一半功修我们就忽视了。那一半功修是什么呢？不干。不干什么呢？安拉不允许的事情。比如一个人要去喝酒，然后他克制了，主啊我怎么能喝酒呢？安拉命令禁止我们喝酒，命令我们放弃这个在酒桌子上出现，然后他克制了的时候，那个萨瓦布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拉要记得萨瓦布是非常非常多的。或者你想做一件偷盗的事情，或者要欺骗别人，然后忍耐了没做的时候，这个萨瓦布是非常大的。人啊也就通过这一点超越了天仙。因为天仙们呢，他们光是顺从，他们没有从一些哈拉姆的事情上远离，这个功课对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欲望，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抗拒安拉，从来就不知道。人类呢控制了自己的欲望，然后那一件非法的事情干之前想了一下，害怕安拉了，然后克制了的时候
那个沙瓦布是非常重大的。因此大家要注意，伊斯兰的滚许是两种，一种是干阿拉命令的，一种是愿力阿拉禁止的，两种的沙瓦布同样大，两个的重要性也一样。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圣阿林索拉顿斯拉姆说过，这是圣阿林斯拉姆遇了一个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圣阿林索拉顿斯拉姆和他的妻子欧姆塞里曼啊，在晚上走路的时候碰见了两个索哈伯，远远的看见了两个索哈伯。然后那两个索哈伯一看圣人和一个女的走在一起，两个人就一低头加快脚步就要溜了。然后圣人把他们俩喊住了，说你们俩一听，说这是我的妻子欧姆塞里曼。然后那两个人说，安拉的使者啊，你是一个圣人，难道我们还不相信你吗？我们会对你妄加猜测吗？为什么你要做出解释呢？圣阿林斯拉图恩斯拉姆说了一句话，因能谁断的业之力命一不你爱的没这人的们。圣阿林斯拉图恩斯拉姆说了著名的一句话，说伊布利斯谁断你藏在人力的血管之中啊，人身上那个地方没血管，全身那个地方没血管，因谁断你就藏在你的身体的每个角落当中，然后对你进行挑唆，让你心起邪念。甚至说之所以解释，是因为害怕谁断你挑唆你们，然后你们乱加猜测，然后犯下很大的罪恶。因此圣阿里斯拉图恩斯拉姆说过，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发怒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红啊，脖子里面的筋就会粗啊。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血团就开始张牙舞爪啊，血团你就在你的血管里面开始活动啊。谁断你说过，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他啊，我对他的控制就像是什么啊，马拉多纳的那个脚底下的足球一样，孩子手里面的篮球一样啊，随心所欲。所以有一个索哈伯向圣人阿林斯拉姆要求，圣人你祝福我的时候，圣人说了三次，你不要发怒，你不要发怒，不要发怒。现在大家心血管疾病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自己的血管里面的血段给了充分的食粮，大家现在的这种生活条件，大家的饮食，把血断你的血管呢活动的场所越来越大。所以圣阿林索拉顿斯拉姆说，欲望的食粮就是饮食，你们当以分斋来堵住恶魔的通道。你少饮食的时候，你的血管伊布利斯谁断你的通道慢慢的就会摘下来啊，谁断你对你的控制也不像孩子手里面的篮球一样那样随心所欲。吕建莲老人家说过，收音时撩动面，常把真言记心间啊，这是他老人家苦口婆心在奉劝大家。收音时啊，阿拉在古兰经当中命令苦鲁我食的布必须要吃必须要喝，我俩吐死里服，但是不要过分。现在我们那一个没有过分，
现在哪一个人吃的不是十二分饱，都在过分。既然你过分了，阿拉说inna al-mubazzirin kanu ikhwan ash-shayatin，既然你过分了的时候，浪费了的时候，恶魔就变成了你的弟兄。因为你的血管越来越大，谁当你越来越高兴，越来越活跃，和你结拜成了兄弟啊。所以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大家不想到可耻，没有想到忍耐。分斋分为三种，一种是普通的啊，中级和高中的斋。普通的分斋是什么呢？就是不吃不喝，没有房事，这是最普通的一种斋。这个准级的这一种斋是什么？在前面的基础上，把你的全身看守住。首先要看守的是你的口啊，啊，因为这个口是人类的身体上最难管理的一个家伙。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全身的器官都在向这个口告饶，求饶着呢，说，哎，这一张口啊，你今天要消啊，要不然你把我们全身就会带到火狱里面。Abu Zarra问圣阿林斯拉姆Ya Rasulullah Ainu akhazu bimanakum Kala Rasulullah Sakalatika ummuk Ma yakibbun nasu Finnar ala manakhirihim Illa hasaidu alisinatihim。 Abu Zarra说， Ya Rasulullah， 我们说的东西说的话， Allah 会惩罚我们吗？圣人说，你好可怜啊，一些人们进入火狱的大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的口舌惹的祸。圣人阿林斯拉顿斯拉姆说过一段著名的哈迪斯， من كان يؤمن بالله واليوم الآخر فليقول خيرا欧里耶斯库茨。释迦牟尼佛拉顿斯拉姆说，凡是相信阿拉，相信后世，那么要么从你的嘴里面出来好话，要么你闭嘴，就是这两条道路。为什么？因为阿拉在苏拉努尔里面说，安泰一步那林泰一半，如果你的心是假美的，你的心是有依玛尼的，那么你的嘴里面出来的也是好的。只有坏人心已经龌龊，心坏了的人，他的嘴里面吐出来的才是坏话。圣人也说了一句话，艾利穆斯林曼塞利麦利穆斯林穆纳明里萨尼希我也迪希。穆斯林是什么样的人？别的穆斯林从他的口，从他的手上不会受到伤害的人啊。现在网上有一种言论，就是清真寺里面人越来越少，是非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一句话是对还是错，但事实证明啊，我们穆斯林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这一张嘴。安拉给你造化口是干什么用的？是让你念古兰经的，是让你赞助赞圣的，不是让你坐在那儿悲叹别人，给别人压力，揭别人的牢底，讽刺挖苦别人。大家知道我们清真寺里面接纳的就是一些罪人，
清真寺是洗刷罪恶的地方，清真寺不是天上来的地方啊，清真寺是我们普通人啊，前面犯了很多罪，酒也喝了，毒也玩了，什么坏事都干了，然后回心转意了，到清真寺里面来了。清真寺就是这样的，难道清真寺是专门为天仙开的吗？专门为那些一尘不染的人开的吗？清真寺的大门就是为那些罪人开的，只要踏进清真寺的门开，他就是一个优秀的穆斯林。因为圣阿里斯拉顿斯拉姆说，你们如果哪一个人看到别人在清真寺里面礼拜的时候，你就作证他是一个穆斯林。阿拉说他阿瓦努阿拉里比里瓦特格瓦，阿拉命令一些有伊玛尼的人们，你们在好事上互相帮助。可怜的穆斯林在清真寺外面徘徊了好久，终于下定了决心，阿拉的托菲给拉住了他的手，然后他跌跌撞撞地爬上了清真寺的门台，迈进了清真寺的门槛。伊玛尼的幼苗在他心底子里面在挣扎，他渴望别人关怀他，渴望别人能够鼓励他。这个时候老是在清真寺里面出现的一些穆斯林们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觉得这一些人是我们关心的对象，给这一颗伊玛尼的幼苗倒点水，关心关心，鼓励鼓励。一群人用无情的皮鞋踏在了他幼小的伊玛尼的苗子上，要把他踏出寺门才甘心。我们的儿子们，你们的那么杀知道了安于斯卡拉菲哈斯姆胡我是阿菲哈拉比哈。阿拉说这个世界上最不义的人是谁？是那些独当人们进入清真寺的人，运输云哭云压力来组织人们进入清真寺的那些人，他们的目的是要坍塌清真寺，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清真寺变成一片废墟。坟宅的穆斯林们，阿拉命令你们坟宅，也命令你们说我咕噜林奈西胡斯纳，安拉说你们对人们说好话，所有人咕噜林奈西，所有人哪怕是咖啡说好话，咕噜马鲁芬黑鲁敏索德哥，安拉说你的好话比三千要强啊。哈文迪们的哭也许害的是一两个人，阿胡们的哭害的是一群人啊。大部分的废墟呢，穆斯林群众当中的大是非都是阿胡们的哭造成的。一些派别的门槛，一些纷争的根基，都是阿胡们这一张哭的功劳。如果不是阿胡们的煽动，如果不是阿胡们的好战，如果不是阿胡们哭的狭隘，大众穆斯林知道吗？大众穆斯林知道什么是什么牌，什么是什么猛吗？荷兰的一个穆斯林刚加入伊斯兰的时候，他是一个女博士，他加入伊斯兰以后，别人就问他你是什么派，他就哭了，他说苏巴哈纳拉，难道我成为一个穆斯林还不够吗？我还必须要加入什么什么派吗？阿胡们的哭
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张口，最高贵的一张口。如果他的口里面出来的是真理的时候，阿訇们的口是天底下最坏的一张口。如果他是歪曲了警训的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你是阿訇也罢，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穆斯林也罢，请你看守你的口。当然，不看非法声言，不听非法，看守肢体，不要犯罪，这些在这么短的月份呢之外，也是我们上法律的，也是挖掘的，对不对？但是在斋月里面尤其重要啊，因为尊贵的斋月，你干一件善功的时候沙瓦比也很大，干一件坏事的时候惩罚也就不一样了啊。最高级的一种分斋是心灵的分斋啊，心不去看一些动力啊，我们的这个眼睛啊，现在啊，大家都看的是什么？别人的高级轿车，看到的是别人的宝座，看到的是别人光鲜的生活。我们在看，安拉怎样命令着呢？说لا تغرنك تقلب الذين كفروا في البلاد متاع قليل ثم مأواهم جهنم وبئس المصير. Allah 说，那些在今世上繁荣的生活不要欺骗了你们，因为它是短暂的享受，他们的归宿是火狱。我们应该羡慕别人的善功，应该羡慕别人做礼拜，应该羡慕别人有伊斯兰教的知识，应该羡慕别人为穆斯林大众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个分斋，安拉在古兰经的分斋的这一段 ayat 里边说了 لَعَلَّكُمْ تَنْتَقُونَ啊，分斋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敬畏安拉。啊，敬畏安拉，第一个建立在正确的信仰上。啊，今天我遇到了一件让我非常无奈的事情。有一个老人，啊，5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戴着干干净净的白帽子来找阿訇。然后呢，说阿訇，这个钱你给我的孙子做个赌啊，平安的赌啊。这10块钱给我的全家人做个平安的赌啊。我说一上了一上了。完了以后我说，老爷，今天的主麻你要做吧？今天主麻我肯定做不成啊，我要带孙子啊，肯定做不成。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奈，伸着手做赌啊，主啊，给我健康吧，给我的孙子平安吧，让我们全家人平安吧。珍珠，你让我做礼拜吗？没有。这是穆斯林的做法吗？向阿拉要，然后礼拜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无奈，让人无奈的事情。让人更无奈的是，他不但不做，而且呢，他就不觉得有一点点犯罪感。我相信我们有一大群人都在犯着这样的一种病，不但不做礼拜，而且不觉得，从来不觉得内疚，不觉得欠了安拉，不觉得不做礼拜是一种罪恶。伊布利斯说的，你拒绝安拉的一次命令就变成了伊布利斯。我们呢，拒绝了多少次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
这是有关坟宅的部分，这个含义给大家讲了一下。阿拉哈姆杜林拉，另外给大家通知一下这个宅院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是遵守圣阿林斯拉姆的圣训，坚决分宅，坚决开宅，这是我们的宗旨啊。这个如果见不到约的时候呢，输够十二八年的三十天啊。现在没办法宣布那一天入宅，因为不知道会不会看见约，会不会有看见约的消息正确的传来，所以我今天宣布大家下去以后进行打听一下啊，这个能看约的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可靠的消息。如果听不到消息，我们也看不见约的时候呢，输够这一个月份的三十天，也就是初二的这一天，是这个如那么多呢的这一天，因为看不到约的时候只能就这样子啊。这个进入宅月往往就会变成一段时间的是非，穆斯林之间的争执，让别人笑话的把柄，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穆斯林父老乡亲们不要这样。我们就抓住圣人的宗旨，看见约就分，看不见了输够三十天，至于别人这么做，他们有他们的负责和他们的判定标准，大家千万不要互相攻击。